什么欧什么数位变焦功能已经开启，哈、哦，用两根手指头进行滑动，哈、哦，就可以进行数位变焦。那依照你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影的这个影像格式的不同，哈、哦，变焦倍率也有所不一样，有的可以到两倍，哈、哦，像这个这是 2.7K 的哈、哦，它就可以复数位变焦到两倍，哈、哦。数位变焦到两倍，解决大家这个镜头哈，始终觉得这个太广角效果不佳的问题。那另外呢，4K 的部分是完全没有变焦功能的哈，这个要大家注意。